近日，王俊凯携手关晓彤等在北京进行大学生青春版《中国梦》MV 的录制，而这部青春版的《中国梦》是来自全国高校的百名大学生共同演唱， MV 中彰显了青春洋溢、积极向上的态度，非常的有精气神。王俊凯在镜头面前表现力极强，微笑时露出小虎牙的他更是十分的可爱，很是呆萌啊。据悉，这部 MV 是由共青团中央学校部指导，也即将在各大平台推出，粉丝们都很是期待呢。优酷娱乐整理报道。这世界很酷。